为什么要来 Wild Water World？ 哇，好刺激，太开心了，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小心，大浪来了！换个地方轻松一下，漂流在河上，来个日光浴吧。好了，再回去，速度刺激，赶快来 Wild Water Works。因为娱乐 CSI 的男主角又是林峰了，之前就说林峰因为潘双双的事件令到他的形象的确有些就受到伤害的，所以令到一班 fans 非常之伤心，所以他的演唱会的票房都因为这样而出现了问题的。不过这一排林峰继续去到国内那里发展，仲接埋杨家将这部电影的，大家都会觉得林峰的事业应该就没什么问题的了。至于潘双双就自己匿埋了在这个北京那里，应该就相安无事啦。不过呢排一班记者又发现，原来潘双双口中的小三真的有这个人的。这个人原来是来自厦门的，跟林峰已经相识了很多年的了。现在这一位的女士成日在网上就发放一些的相，都是拍到林峰的家的噃。究竟这个女仔是什么人来的呢？不如一起娱乐试一试。今年年头潘双双事件的确打击了林峰很大的，令到林峰现在经常说要专注工作，就算有任何雌性的物体在他身边和他影响，他都说要非常小心的。现在寄情工作，其他的时间就是玩玩具和打机，最好就不要再说认识这个女朋友了。这一排大家会看到林峰的事业好像有一些起色了，因为这一排成日接的都是大的电影，大家觉得他在国内的发展应该好翻好多啦，而且还举行完演唱会，还出埋唱片添。大家以为潘双双只要匿埋翻喺呢一个北京，大家相安无事，应该林峰嘅形象都可以挽回翻嘅。不过一班记者又怎会咁容易放过林峰呢？潘双双成日都说林峰身边有小三同小四，大家就以为是陈嘉桓啦，咁仲有蓝莓噶，咁一班记者就觉得冇咁简单嘅，应该咧仲有其他人噶，咁所以呢一排咧佢哋好努力咁样四出咁样搜寻，发现咧喺呢个微博上面有一位女仔咧就同阿林峰真系几熟噶噃，咁熟嘅程度咧就系可以喺林峰屋企系咁影相噶，咁例如影啲乜嘢咧？可以拍林峰的奖项，也可以揽住林峰的狗去影相的。大家要留意，连林峰的狗都这么熟悉这个人，证明他和林峰的关系是非比寻常的。这位女子叫做芳芳，来自厦门的。原来她跟林峰相识是很多年的了。林峰和潘双双拍拖之前就是跟芳芳一起的。跟住林峰就喜欢了潘双双，但其实和芳芳继续都是有联络的。在和潘双双拍拖期间，芳芳也都有上过林峰屋企的噃。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呢？因为微博上面的相是有日期的，大家可以相信芳芳就算林峰和潘双是拍拖的时候，他都有去他屋企的。原来林峰就想住跟潘双双拍拖的时候继续可以跟芳芳联络，由于两位的女朋友都不是住在香港的，所以他可以轮流这样去照顾他们的。很衰不衰，潘双双非常之聪明的，他知道林峰有些不妥，应该就跟芳芳这个人非常之熟的。所以当时双双是曾经要求过林峰就是断绝跟芳芳的来往的，亦都他们两个就在双双面前做了一场戏，就说他们两个不会再见的了。就着这件事，一班记者的确是找过双双的吧。潘双双也承认他知道芳芳是什么人，他说也知道他和林峰的关系非比寻常，他们两个的确在他们面前就做过说他们两个不会再见的了，但是跟着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也不方便再回应的。知情人士就说潘双双和林峰分了手之后，芳芳就跟林峰在一起，所以现在更加肆无忌惮地将林峰屋企拍的照片就铺上这个微博上面，告诉大家他有一个明星男朋友的。大家可以说就算有些奖项都不代表一定是林峰屋企的，但是大家可以知道那些奖项只有一个而已，例如亚太区最受欢迎男歌手，又或者无线的我最喜爱男角色，这样只有一个而已，那一定是林峰来的。他真的有很多林峰屋企拍的照片就铺上去的，而且林峰
峰只狗咧就冇得呃嘅，咁啊林峰自己都有同只狗影过相噶嘛，而同阿芳芳咧揽住影嗰只狗咧，直头系一样同一只狗嚟噶，咁所以呢啲嘢咧真系冇得搏嘅。咁啊至于林峰方面，而家喺国外拍紧呢个电影，暂时咧都未有回应嘅。咁啊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大家可以知道芳芳呢个人同林峰嘅关系应该系非比寻常啊吓。讲咗咁耐，系时候八转公投。今日八转公投题目想问一下你，你觉得阿林峰同埋芳芳而家系咪拍紧拖咧？你将你意见去到八转娱乐嘅网站 K 嘅评论区将你意见发表噶。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